呢個係淡水都好出名嘅一個特色嚟嘅。要買飛啊！要去到呢三個地方，10蚊一張。周圍都是打卡位，這個打卡位超級多。不過我想講有少少先，香港呢有個地方都是有這些這樣的位，但我醒不起在哪裡，放回張相在這裡有少少遲了，香港都有類似的地方。到這個騎馬了，是我安排了這個學習初班的騎馬訓練營。是啊，我們今天的行程行程超趕的，剛剛拍完小白宮。你的东西是做深度清洁的，这个是做表面清洁的。那我们深度清洁的先让它把它深层的逆着毛去把它刷出来。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会逆着毛去刷。顺着它的毛，把刚才表面、刚才刷到表面的脏东西剥掉。佢啲氣好暖，你啲鼻氣都暖嘅。鼻超暖，好大陣風。你啲鼻氣都暖㗎。好大陣風。喂，它絕對大概200%吧，咬到你的手指頭。所以你要喂的時候，手掌攤平，把胡蘿蔔放在手掌心。然后由下往上去送到他嘴巴里面，哎，那像这只他就吃的比较含满一点，所以有时候会一直掉下来是正常，所以你就推到他嘴巴，确定胡萝卜离开你的手，你再喂放掉就好了。点解得翻我一个呢？是因为咧之前咧已经去咗骑马啦。但是呢我呢就有少少不是很夠膽騎上去，那隻馬有點太高，協了一協啦，所以呢我現在就出去捕捉這個 Vivian 騎馬的姿態給大家看看啦。那我呢就出去探頭，哎呀好多屎啊，那我呢就出去探頭一下先啦，那轉頭影給大家看啦。嗨，我最後都是決定騎馬，那個 staff 咧，真唔騎，你真唔騎，好好玩噶，唔驚啦，有人陪你啦，我哋陪你啦，咁樣，所以啊要騎馬啦。原來咧拍頸咧係代表好啊！你睇下我嗰只幾乖。我嗰只好活躍㗎，佢咧我坐咁耐，佢跳咁耐，佢冇停過。佢係每行一步跳幾下咯。跟住之後，哎呀，跟住我之後勁驚咯。好彩有教練喺我隔離幫我拉住佢。如果唔係，我唔敢坐咯，一定。佢撥咯。是騎了半個小時，但是因為其實整程都不是叫騎馬，是我的騎師在我旁邊，好好人，他真的好好人，不斷幫我拉住我匹馬，因為我們就走出去海邊拍照，整程670多再包括夜食，
我覺得咁就幾抵，都還好嘅。但係呢個真係好初階、好初階嘅騎馬班咯，即係個 point 你拉出去，跟住行一段路，跟住影相，跟住再翻翻嚟，咁就完噶啦。哎，好彩我嗰只馬好乖，我中意隻顏色，佢啲啡色好靚。係啊，你嗰只真係好乖，因為我哋之前交換咗，但係呢個 challenge 係成功嘅，終於都騎到馬。我竟然最後夠膽，因為係個職員係咁話啊，我幫你拉住啦，你玩啦，好玩噶咁樣。即係我諗住有人幫手拉住我就玩咯。如果冇人咧，我唔會自己咁樣玩咯，因為真係好恐怖。但係 so far 都幾開心嘅，只馬出去影靚相。佢喺沙灘海邊，啊、都有 feel 嘅。同埋有嘢食咯，我哋食嘢。寶寶 ，we successful。咁水嘅特產啊，就係阿奇啊，即係一個係啦，阿級一個粉皮。包住你个头，粉皮呢个系豆皮，豆皮入面包冬粉，粉皮系我隔篱嗰个，仲有呢个鱼圆汤啊，胡椒汤好唔好？嗯，好味喎，最中意食辣嘢，佢个咩豆皮啊，豆皮好有味，我中争啲想讲粉皮，豆皮加冬粉，汁阵味咧有啲似韩式嘅食锅饭嗰啲嘅酱汁味。哇，准啊，瞄准个边你射位，你射下，我第一下起码中啦，你咧，你万棵树到啦，他点？哇，系嚟啊嚟啊嚟啊，表演啦，咁叻，嚟啊，唔好射落啲地下度啊！哇，瞄住个边嚟射，真系好准啊！他瞄着边来射，好准啊！哇！嗱，表演俾卡姐睇啊！咩叫做专业啊？哇，还要那么远？喺度睇我落好落啊！推荐情侣一定要嚟。咁呢度渔人码头嘅两大地标咧，就系情人桥啦，同埋嗰边栈道。渔木栈道，跟住佢啱啱问我：咦，渔木栈道喺边呢？然后我就话：诶，嗰条啦，系咪阿木嚟噶？你商场系咪？点知真系哦、啊！哎呀，佢仲话：哎呀，喺边啊？喺边啊？喺你后面、啊。我呢要 double check 清楚。哎呀，呢个女人好 Q！ 哎呀，你真系好醒啊！有个木字边嘢，一定系有木啦。梗系啦，不过算啦，我啱啱又上错车，我唔怪得你，太柒啦！你乱咁上，我已经上错第三次啦。你咁样，我真系救你唔到。你跟住俾人拐咗去上错车。我哋嘅爸爸话：你咁样好容易揾到。你想到另一半？你想爸爸系司机，我点解嗌你爸爸？因为太照顾周到。爸爸最叻啊你啦，知道原木栈道系木做啊！我最叻就系识到你。翻嚟呢个熟悉嘅画面啦，要买衫。你冇粉噶吓？我、啊哦、应该冇你买得咁多。你又话好靓啊？跟住咧，我买下，跟住你话，哎呀呢、這个几靓，嗰、那个几靓，跟住点知你又买埋、啊？我应该唔会买得你咁多，一阵睇下点样咯。你睇下佢几咁兴奋。几咁著弱，真系够啦！又买嘢啦佢，啱啱买完套衫，又买呢顶帽，大家，我冇买嘢，我冇买嘢。佢寻日买咗好多衫，唔系，我买咗两件啫，我今日冇买。今日冇，唔代表我今日冇。盐红虾，即天使面。呢件新衫已经报销咗有一滴红色汁。我想揾呢个好吸引咯、啊，系咯，椒盐鸡，好想揾啊！鸡入面仲有汁啊！脆浆出面嗰个椒盐粉好出色，冷天使面好好食啊，又好入味啊！我好中意佢冻冻地、冰冰地，个面真系硬嗰种，佢偏硬，佢唔系腍，因为我中意食。硬少少嘅面，我唔中意食嗰啲腍嘅。嗯，我都系，尤其是天使面一定要爽口先好食。嗯，焦香浓嘅鲜茄酱，再加埋一啲
紅色嗰只嗰個咩辣椒汁啊？依一間金色三白咧，啲人網民都覺得啱嘅，食大體上全部都好食噶啦。但係個唯一缺點咧就係貴，偏貴少少。紅心麻辣啊，好味，好爽口，好鮮甜啊！哇，係靚蝦嚟。